龙王是谁？呀，刚呀，告诉我恐龙王是谁？霸王，齐龙是霸王。是我是我齐龙，是我是我霸龙。我是七龙，尖尖的牙齿，明灵的鼻子，亮亮的眼睛。啦啦啦啦，我的后背长长的鳍，谁也很怕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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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齐龙，是我是我齐龙，是我是我暴龙。我是暴龙森林之王，恐龙王，谁也不怕。亮亮的亮亮的眼睛，迷离的鼻子，后背尖尖，啦啦啦。来到猜谜时间啦！来，第一个猜谜时间是谁是最厉害的？齐龙，送给你一个新年狗狗。好，开始，继续。第二名，翼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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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翼龙，翼龙，翼龙，等等。暴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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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暴龙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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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翼龙，翼龙，飞在天上，暴龙抓不到，只有它停在地上。抓得到，咚咚咚咚，最棒的猎手，咬人咬人咬人，谁也撩不走，这两对手都是最厉害的。龙是最明亮，龙是最明亮，什么都是最明亮。鸡鸡，鸡鸡眼睛最明亮。好，唱完了。第四题，翼龙翼龙飞最快，翼龙翼龙飞最快，什么都吃，什么都吃。飞在高高的就是翼龙。恐龙王是谁呀？是我是我齐龙，是我是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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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妈咪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我们的频道哦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